有备，有有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，我才十几岁，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延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子，我到那儿去当了农民。乡亲们的生活啊，十分的困苦。我很期盼的一件事是什么呢？就是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。从那个时候我就说，今后如果有条件有机会，我要从政，做一些为老百姓啊办好事的工作。为官一人，造福一方。当县委书记，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；当地市委书记，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；当省委书记，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。如果我们有了为人民服务的心，你居庙堂之高，你仍然不会忘江湖之远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。人民最需要什么，我们抓什么；人民最需要扶贫，就抓好扶贫。哎，盘腿儿，没问题啊。这是伯伯。这个时候坐着还是有点冷吧？这个是汉字，只有改色。这个是改色的，改色的。好啊，这个年代我刚好。这也是农村的一大特色。过去都是汉字了。我们在农村的时候全用的是汉册。到2020年，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，是我们的庄严承诺。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，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，而且在民主、法治、公平、正义、安全、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。你们怎么样？住在这一带，感觉怎么样？环境？环境非常非常好。哎，老百姓这种幸福生活的追求也包括是生态环境。如果公共服务均等化不解决，北京的那些大医院永远是这种状态，像战时医院的状态。所以这个状况还是要改变。党中央制定的这些政策措施，看你们是哭还是笑，是吧？现在看看就在笑，要是哭我们就要注意，需要改正的就要改正，需要完善的就要完善的。一个政党，一个政权，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。人民群众反对什么，痛恨什么，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打击。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，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反对腐败。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查处一个，有腐必惩，有贪必治。中国人民的福气，一定不辜负啊！全国人民的希望。经过长期努力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，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。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。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、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。历史是人民书写的，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。只要我们深深扎根人民，紧紧依靠人民，就可以获得无穷的力量，风雨无阻，奋勇向前。
Oh.